我觉得有很多外国人要台湾之后啊，就会屌屌哦，因为觉得台湾人非常的友善，很热情，在这边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真的，而且不管你是哪个国家，来到台湾，每个哦都是跟公主、跟国王一样般的生活。对啊，然后我们都把你当自己人。对对对，而且你到哪里，我们都会很哎，你要看地图，哎，请问你要去哪里，我可以带你走哦，我可以教你怎么走，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些礼貌，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压力，比如说像欧洲人有没有？你没事你去跟人家攀谈，人家就觉得说哎，你干什么？ 或是太热情，有时候会觉得，哎，我是遇到骗子吗？有点害怕。对对对，我是来冒险而已，我不需要你告诉我台北车站怎么走，我就是要迷路之后才要学会，好吗？所以这一集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到底什么是真的热情，什么是骚扰？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对对对，这就一线之隔而已。没错没错，是天堂还是踩雷？哦，今天来好好搞清楚一下。所以你们觉得台湾人做什么行为，我们觉得亲切热情，但你们觉得压力？ 负担大，这个帮我夹菜，还有打包，哎，帮你支付宝啊，对，其实帮你省钱呢，对，其实这个行为是非常感谢的一个热情的行为，但我有几次的经验来觉得哇，有一点点压力，就是过年的时候，刚好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没办法回韩国，所以也是非常感谢了台湾的我一个前辈，叫我要不要来我家一起吃饭，然后。 一刀上菜，我不知道菜这么多，所以前面吃了蛮多，结果发现好吃的料里是从后半段开始慢慢来。哎呀，讲这就失礼了，讲这就失礼了，好吃的后半段才出来，所以前面不好吃就对了。前面是给你多玻璃心，前面都是给你白粥白饭。没有，后面的料理比较营养更丰富的菜，对，前面真的是食物，不是，前面是。 小菜后面是大菜，对对对对，所以前面已经吃的很饱了，对，所以中间就是一个大菜来的时候，他们说，哎，你要不要吃？然后我其实是很想，但太饱了，所以当他们说，哦，你不喜欢吗？这一句话，我觉得啊，会不会让他们不开心？所以，哇，他们喜欢喜欢，结果那天吃太饱了，结果回去的时候胀气，非常不，整个就是半夜太难过了，对，今年。 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是对，然后他们也要紧，就是我们在外面餐厅吃，所以我聪明了，嗯，前面就是夹一点点，哎，好好好，再对，但是那天刚好有一个他们的一位亲戚没来，哦，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是算头准备量，所以每一次夹完菜之后有多一份，多一份，那他们怎么办？ 爱外国朋友，你多吃。结果可能我知道是后面，我想要菜慢慢出来，这些都已经用筷子要饱了，而且台湾的就是自己的那个盘子太小，对，所以呢，而且很浅，对，所以他们一直帮我夹一夹，然后我想要的那个，哇，好吃的菜上来了，但已经我的盘子满满了，那没有吃完就拿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吃完了啊。 已经大家都嚼完了，结果大家吃完了之后，因为食物还是有一箱一点一点，那大家都开始问说，哎，这个要谁打包？就是长辈们都好吃的，这个哎，我来打包，那就大家都不太没有，大家都不太带走的那种食物，蛮多了，那这个谁带走呢？外国朋友，你一个人住，哎，你这个有没有举办？这个微波最就方便。 对，结果我离开的时候，我的手一堆，但这个食物好像，你看吃最饱也是，拿最多的也是你。对，所以就回去的时候也都哇，非常感谢他们的热情。是一个负担，因为量太多了。对对对，因为这个也不好意思丢掉，也不吃也浪费食物。太热，我很不喜欢台湾人说你瘦了，或你胖了，或你长痘痘了，这些就是关于人家的样子，我就是有点不舒服。那我知道是关心人家，但是我觉得。 在别人的面前说有点没礼貌，你是说讲外观很不礼貌？对，是不是在背后说，哎，他们觉得你是不是？而且你看他过敏好严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烤的呢。其实我们都有在讲他的坏话。不是，如果是讲好的，如果是称赞，比如说，哎，你头发这样很漂亮，很今天发型好好看。对，如果是称赞夸奖啊，我有听过人说，哦，你又瘦了，你这样瘦不好看哦，你要多吃一点这样子。我这有点，是不是长辈在干嘛？是他讲话态度让人不舒服。 对不对？对，我这因为台湾人很爱面子，对不对？那你觉得这样讲话是给人面子吗？是，对啊，不会。那如果说
太肉，我觉得你瘦得好好看哦，刚刚好。嗯，我可以接受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还这可以称赞不可以批评的概念。重点是后面接了，如果在讲人家的感觉是健康，你现在感觉不健康，对，你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要在私底下说，就像可能录音完，我说哦，凯蒂哦，你是不是最近比较累吃不够啊？比较累，压力很大哦。吃不够，你是不是你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吗？我觉得你应该压力很大，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啊。但是在大家的面前，我觉得可能人家会觉得很尴尬。对，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给自己一个规矩是，如果五分钟以内不能解那个修好的事情，哦，不能帮他解决的话，对，所以像发型或者牙齿上有口红，我觉得可以说，因为这个是帮忙啊。但是你从减肥啊，或者把皮肤弄好，这个是五分钟以内不能完成的事情，那我先不说。没有办法当下解决的事情，没有必要去提。对对对，我是这样想。如果说你头发有点乱，就 OK。对啊。因为我可以哦，真的吗？哦，谢谢我修一下。但你不能说你这次剪得好丑哦，不能这样。不能讲。凯蒂呢？看起来是跟泰勒相反的。有话不直接跟我说。我学会了一些中文之后，我发现台湾人有一个行为，就是我跟我台湾朋友一起出去，比方说我们去一家餐厅，然后我跟我朋友在聊，用中文聊，里面的一个阿姨或者服务员，他们都会对着我的朋友说。哦，你这个外国朋友，他中文好好，而且他皮肤好白，好漂亮，什么什么都在赞美我。好，赞美我，我没有什么抱怨的。可是他没有跟我说，就是我感觉是你就在旁边而已。对，然后我就是你明明知道我会讲中文，为什么你不？所以就是台湾人，不管是好坏，他们常常就是会忽略到。我在旁边，我也发生过，我明明就说中文，然后旁边的服务生跟我的朋友说，我的台湾朋友说，你朋友的中文好好哦，对，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对，可是他们也在外国人之中，他们也会选。就像我每次跟哈萨克可心一起出去，我们明明都是外国人，但是他是黑色头发，黑色眼睛，所以他都是对他讲话，不会对我。因为他是黑头发，我们会觉得可能跟我们比较像。我觉得他，我真的觉得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跟这个人比较熟。是，就算我不认识你，我跟这个人比较熟，可是我会觉得。至少在美国文化中，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人，我两个人出来，然后一个人是对着我朋友说我的话，对，不管是好话或坏话，是，那就是有话应该直接跟你说就好了。对啊，因为就会感觉我就是一个空气，对，我就是隐形人啊。我们会改进啊。阿 K 一直访问我，谁？对，我来台湾过，是我们两位吗？一直问你，其实真的很友善，因为他们台湾人很想要跟我们当朋友，对不对？但是问我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你来台湾多久？你是哪一国人？你会看得懂中文吗？你为什么要来台湾？对啊，你哪里学中文啊？你喜欢台湾吗？你喜欢台湾？你喜欢台湾的男生吗？对，你吃臭豆腐？对，一大堆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差不多，但都是重复的。对，每一天都有，所以有时候希望大家可以问我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准备一个 FAQ， 对 FAQ， 对，你就印出来，然后就有时候我就是很想要印在衣服上。对对对，有人问你就这样子，直接给他看清楚。但是我想问德国的朋友，因为其实像之前我们有德国朋友来台湾，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就是一个人来，然后呢我们就想说，那帮忙他呀，因为像我们自己也都是一个人或两个人住，但是我们都会去 Costco 买很多的东西。那当然会觉得说啊，他一个人来，然后又刚来，就是又要付房租啊，然后要生活，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要去哪里买，是因为他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会中文，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Costco 买一买，然后一起就是 share 给他，是，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其实我们这样的行为会让他觉得很困扰啊，就他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把我们不要的东西都是往他那里丢，会这样想啊，是真的会这样吗？哦，会这样子想，会有，但如果包装很完整，你们也会觉得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可以自己去买啊。然后如果我真的想要什么，我会跟你说。那好像你不要的东西都丢给我。我跟阿 K 也有遇过同样的问题，就是会就是常常被问东问西的。搞错话题内容。对，搞错话题就是当那些长辈，特别是台湾的长辈知道我是一个人来台湾念书，他们就会觉得哦，一定要找更多话题跟你聊，想要照顾你这样子。但是他们有时候就会搞错话题的内容，像是有一次有一个叔叔就跟我说，妹妹啊，我前几天在抖音看到你们大陆下大雪，
啊，你爸爸妈妈那边还好吗？然后我就会怎么大？先倒抽一口气，然后跟他说：“叔叔，我们香港是不会下雪的。”对呀。然后还有一次也更扯的，就是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啊，我也有一个亲戚住在上海啊，不过你们那边的东西好贵哦。”然后我又再倒抽一口气跟他说：“阿姨，我们香港离上海1000多公尺，比你们台湾去上海更远，而且我们用港币，上海用人民币。”然后几乎每一次都会解释这种小事情，所以让我觉得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直有人问我，有一种硬要聊，就是我知道你们是出于好意想要跟我就是找话题聊，但是每一次我都要解释，就会觉得哦太无奈了。如果通常遇到这种，我就会说哦，对呀，真的好贵哦，好，不聊了不聊了，先走了，很高招哎，对呀、啊，要不然你还可以解释老半天。我到了，就是哦，还有，我觉得台湾人很友善，但是他们有时候会。贩卖爱心，是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来旅游，还不是来念书，我就去西门町，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在路上有人在那边募款哦，说他要毕业还是成发，然后需要募款，然后我就觉得哦，当然好啊，可以来旅游，然后也帮助得到人，就是做善事。然后结果买了一个文具，然后花了大概500块，还是1000块，是爱心笔，对，是爱心笔，对，我是一节文具，一组文具，哦，一组吗？对，然后我就回到香港，很多年之后，香港的电视新闻上面报道说，西门町很常会用这个手法来骗取游客的钱，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当年的我是。也是被骗，没错。但我要跟大家说，在台湾的法律规定，在路上是不能募款的，对，所以是捐现金的，绝对是假的，是，所以不能有这样行为。所以如果在台湾遇到，不要捐钱哦，对，不要捐钱哦。拓爷，拓爷，我在台湾也遇到的入侵行为是两个，怕我支付宝跟聊天也按摩一下。哎呦，你是做什么行业？我参加那个高雄的那个台立交流会嘛，那时候我们认识了那一位台湾的女生，然后交流会结束之后呢，那个台湾女生跟我们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然后我说啊 OK OK， 然后我跟她说每人大概200块左右的，然后她带我们去火锅店，然后我们吃饱，最后服务员跟我们说每人要付650块，差太多，不是说200吗？然后吓到，然后跟他说，不是说那个每人要200块左右吗？啊、然后说他怕那个吃不饱，所以带我们去吃到饱店。因为吃到饱会比较贵一点嘛。对啊，对对对，还是他要考虑我们的情况吧，因为我们那些还是学生啊。真的，650蛮贵，对学生来讲。太热情了。然后那个另外，我在群大念中文的时候。去跟台湾人朋友去聚会，台湾人男女生、年轻人、老人都那个爱摩的手臂。然后我不知道那个手臂关系不错，是不是？你平常有健身的习惯吗？啊，有，那时候有。那当然会被摸一下，秀一下，秀一下。你没有软软。现在怎么很小啊？但是Tory，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台湾人就是摸就算了，但是不分男女老幼都喜欢。可是我不知道那是台湾人的行为，或是台南人的行为。热情。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个擦我的手臂的啊，摸我的。手臂的男生是 gay 啊？没有，我看有练的，我们都会忍不住，就会说哦。其实只要碰一下就要有练，有练的话我们就会开始移动了。对，然后会抓一下这样。对啊，没有练的话就哦。好软哦，好软，然后就一直这样一直弹，一直弹。但是我觉得不止台湾，没有台湾热情而已。有没有其他国家你们也觉得他们也有点热情的可怕？之前如果跟我姐姐到北京去自由行，那所以我们就是到那边的话会租那种当地的，就是一天出租车。包车，对，包车那种出去玩。那我那天就司机就来饭店来载我们，我跟我姐，那司机就超级好，超级热情，就开始身家调查一样跟我们聊天，说啊你是哪里人？哦，我说我们是台湾，那你怎么去台湾？我说家是，你有小孩了没？你有小孩了吗？我讲。哦，聊了好多好多，我就觉得也是太过热情，都没有听过。可是他是热情的那种，我觉得哦 ，OK 吧，好，那我们就去玩。一整天的行程结束了，他就很热情的说啊，时间天还没黑，时间还早还早，所以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跟你讲说，这个地方之前我有带客人去过，就是他说带去一个老胡同，可是开了又开，开绕了又绕。
他说：“哎，我好像迷路了。”我就说好像迷路，这是套路哦。结果是死胡同。这是套路。对，他就说迷路了，就天也黑了。我们就说：“那大哥大哥就不用，没关系了，就回去吧，回饭店吧。”他说：“没事没事。”那这样子，我觉得你们一定饿了，他就因为天黑了嘛。我带你们去吃一个臭豆腐，很好吃，北京人才知道，在这边人身上。我说。臭豆腐真的很臭，超级臭。那我说大哥不用，他说不用，来我请你们吃，请你们吃，好吧。他就这么热情的，就好吧，那就跟着去的时候，因为车那时候我们去的十月，他车就没有开关窗户嘛。经过一个巷子的时候，远远的那个味道就来了，就飘香了，很香，香到不行。就我们在车上，我姐就开始就有点。不舒服了，对，因为我姐没吃过，就没到，可是她停好了，停了，都还没到，就停了，她就下说你们等一下，等一下，我说大哥不用了，就是心里说不要吃，不要了，她说没事没事，等一下，她就跑去买好拿上来，拿上来就直接拿上车哦，就说赶快吃赶快吃，在车上吃，就说我说大哥我们下去下车吃吧，因为我们在台湾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嘛，一定会下车，她说没事没事。吃，热情到说，我跟你讲说，我真的吃不下它，因为他们的臭豆腐是黑的，很黑的那种，所以我姐一闻到她就不行了，我就说姐，她这么热情，一直要看到我们吃，我说姐你吃一口吧，因为我是你为什么要逼？你为什么要跟她一起玩？太好了，不好意思，台湾人传染说一口就来一口就好。我真的需要她一口，至少给大哥面子这样子。我姐一吃。马上全部吐中午吃的东西，吐在车子里，车子坐在车子里，那个再加上臭豆腐的味道，我跟你讲，那台车是臭豆腐吐，为什么？可是司机超热心，赶快拿东西，没事没事就来擦擦擦，一整路。他到底有多爱你们了？对啊，下药啊？没有，他人真的很好，因为如果不管他人，就是我多喜欢这个人，他在我车上吐，我一定会跟他翻脸。对啊，可是那个吐很难清理，那个味道是会留着。对，就是有那个味道，可是他人还是不生气。那最后那一趟车资花多少钱？对，那是我忘记了几百块啊。他没有给你们加钱，没有加钱，但是我跟你讲，反而是我不好意思，所以我就给了他300块的另外的300块的小费。哦，清洁。对对，我就觉得太热情到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哈尼呢？除了台湾以外，我是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日本，因为其实日本人也是蛮亲切，只是如果你在日本迷路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他们的亲切变成让我觉得有点压力，就是压力。因为我那时候是申请的那个漫游卡，那个新卡是当下飞机之后发现，那个没办法使用，一直那个无法登录，所以就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所以我自己坐地铁下车，然后地铁站上去了。但日本的地铁站很复杂，对，所以我明明觉得是这个出口出去就可以，结果我可能是我自己搞错，所以我就决定要找一个路人。那找路人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日本人比较保守，所以我是要看比较会跟我沟通的人，要面试，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之前遇过是日本人，是如果我用英文啊 ，excuse me 的话，他们直接会害怕，对对对，所以我一定要すみません啊，私は韓国語です，哇，就洋气，对。对，所以我就看到，我刚刚口嘞口嘞。对，所以我看到，有一个男生是就像那个他穿西装走路，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很熟悉，应该是附近上班族。所以说，すみませ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私は韓国です。你好，太牛了，太演戏了。他好像要做坏事的，做坏事的。然后我问他说，他更快的走开了。然后就问他了，然后他刚刚说，なんでこれですよ。哦，就开始打。你这样，你这样，然后他帮我看一下，说啊，过来过来过来，他带我路，说哇，真的很感谢，因为真的有人帮助，对，带我大概15分钟的走路，哇，很久，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你看这样，开始找不到路了，太错了，这样了，他说错了，然后对，然后呢，他说，他叫我这边等，然后他去前面有找另外一个人说，他问另外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又拉另外一个人，大概3-4个人在那边一起讨论，在哪里？好难哦，就想问。
问你那个地方到底多难住。结果呢，有一个女生是手机查那个地址，他们终于有人有手机，然后那个女生跟原本带我路的男生跟加上我就三个人。再走回去，原本是原来的路走回去。我在的那个地方是差不多到的地方，所以我们走了十分钟回去，绕远了。然后结果我原本的那个地方前面往前走大概50米，右转巷子里面就到了，绕了一圈，就绕了一圈，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很感，因为他们也是一个好心帮忙，他们也是好意啦，对对对。我也觉得日本人实在太热情了啦，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继母工作的大学暑假就他们会有很多日本学生来到他们学校，然后他们学校会找当地的高中生跟大学生当小老师，所以我就是高中的时候都是在带日本学生，然后他们会整个暑假他们可能会有两个周末来我们家住，就三四个日本女孩子这样子，然后他们每次来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一定会，你们一定会准备很多礼物，超多的。其中一个他发现我房间里头有很多娃娃，所以他自己回去，然后这个是还没有 YouTube 的时代哦，他自己回去，然后他就去想，他有一个手帕，然后他用那个折纸的概念去做一个小娃娃，哇，用手帕折纸做一个很大的娃娃给我，然后他就送我，然后我就。当然我就很感动，我觉得超好的，可是我这是一份工作啦，人家是付钱给我陪伴你啊，我也很热情啦，我也不是那就是随便工作，可是你就是那么感谢我，可是我会害我有点感觉，就是我是不是配不上你，如果我做的不好你会不会觉得不高兴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日本人送礼物真的是很善良很 sweet 的一件事情，可是太 over 了，太 over 一点了，就可以给就好了，不要给那么认真啊。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同意日本人太友善了，因为我也要说日本人，我之前去过日本旅行差不多两个礼拜，然后我是那种很喜欢逛街的人，但是我钱也不多，那日本人的服务有时候太好，你一进去他们就一直跟着你走，一直在你的旁边，然后看你在看什么，是一般的店吗？就一般的店，对，一般的店，不是迪奥，而且你随便想要摸的东西他就跟你介绍这个还有什么颜色，是啊，所以类似，那你每一次都是觉得哦耶哦哦，他来了，对，赶快走，没有办法走，因为他会你就要假装人神光，因为你也不好意思，你进来了，然后他就一直看你这样子啊，而且他会全程都说日文，对对，他听不懂，然后说对啊，すみません，哦，わかりません，对对对对对，好可爱哦，但他们就是很贴心，贴心吧，舒服，因为在。美国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在加拿大的话，如果那个店员要那么的紧的跟进的话，就代表他觉得你会偷东西。对，真的，对。你就在加拿大是这样的，美国也是，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日本人的热情真的就是像刚刚可能他们觉得我们台湾人热情是一样的，因为像我之前有一次是去到日本的时候，我们都在饭店，然后我们有个朋友，那我们自己去旅行，我有个朋友他是做金融的，所以他每一天呢，不是都要国外，如果你在国外汇兑转账的时候，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就是转接的插卡的一个机器，然后因为前一晚的那个机器其实还在，结果隔一天我们就是房间打扫完的时候回来，那个机器不见了，可是那对于他一个做金融的朋友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严重，是因为等于他这几天都没有办法工作，然后他就很紧张，那时候我们就会赶快帮他请导游帮他去柜台问，然后其实日本的那个服务的那个柜台服务人都非常热心，他一定会帮你找到，他还是找，可是我们就说那我们晚，他就说晚餐回来之后他们应该可以帮我们找到，就请我们放心安心的去出去吃饭，我们吃完饭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帮我们接洽那个人他下班了，他穿着便服走出来，是走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问他说有没有帮我们找到我们的那个遗失的物品，然后他就是说我下班了，你去问别人，然后刚好他问那个人也正准备下班，就会这样子一个皮球踢一个皮球，到隔天我们那个东西就反正就找不到了，可是就会觉得说日本人算上班的时候很热情，可他们下班就是真的不会自己的时间，对，就完全不会理你。OK， 那拓也是在日本就会有这样子的，对啊对，因为那个我也打工的时候啊，下班之后我不想关心那个客人什么的，然后直接想要回家。
是真的。可是我觉得将心比心，如果你今天是员工，你都已经累了一整天，对，然后你已经要准备走出去，因为客人没有认出你，他就哎问你一堆问题，那我就会这样走。对，我就会将心比心啦。哎，拓也，那日本得那么多票，你有话说吗？因为那个我奶奶啊，那个小时候叫我，如果收到感恩的话，还给2倍或是3倍，所以那个他的话，还给他很多礼物。现在大家赶快送礼物给你。100块，对，快300块。快快快快快投资比特币还好赚，200，投资回本人。哎，那你对别人付出了3倍，别人没有对回你那么好，你 OK 吗？啊 ，OK，OK，OK。因为我觉得像是3.11地震，台湾不是帮助日本很多吗？但我觉得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对对对。但是日本人每次看到我们，还是会说谢谢谢谢谢谢，想说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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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客气了。真的，日本真的很棒。那你呢？你们自己觉得其他国家也很太热情？我去那个泰国出差的。我那个因为下班那个会议结束太累，所以在找那个按摩店嘛，在曼谷，然后我用那个 Google 查一下那个不错的按摩店，然后一开始他那个按摩的欧巴桑，他按摩的很不错，然后但是按摩之后他那个把我的身体翻过来，然后他那个翻过来之后，他重视那个我的下半身，哦，射护线，然后他那个问我要不要那个。按摩我的小鸡鸡，我现在太热情，所以我不会不需要这样的热情。所以是欧巴桑的关系吗？欧巴桑他说那个很多日本人喜欢这样，所以那个他问我。但是那个是真的。我朋友就是有去泰国做射护线保养，也是阿姨。他说他本来尿尿没有射这么远，就按完之后，哇，射超远的。真的假的？我不是说色情的，我是就是小便斗，对不对？有有有，真的是射护线保养，真的小便斗会射穿的，真的，对对对对对对。哎，那次舒服吗？那次？哎，你有问题。哎，是后来有射很远，后来有射很远。我套他的话没有套到，然后又好厉害了。我也赞同拓野，就是那个泰国就是旅游城市嘛，人就很热情。芭提雅有一条人妖街，人妖街。我跟你说，我那时候才17、18岁吧，总之我第一次去。但你身体就长这样吗？不得了了，练有稍微有练，然后就开始有人来扯我，你知道吗？他是直接这样扯，要扯去他的店里面。然后另外一边的人又来扯我，就两个人同时这样扯。对，是拉客的意思吗？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原来他们是人妖。我觉得哎哇，怎么这么好？有漂亮的女生来拉我，你知道吗？这边又拉，那边又拉。哦。后来才知道，全部都是人妖。所以你最后去哪一家？没有去，没有去。好，心结。哎，我提一个刚刚大家都没有讲到的国家，我觉得是韩国。哦哟。对，然后我觉得韩国人很喜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先确定你的出生年。哦，对。对。你是比他大呢，还是比他小呢？那如果比他大的话，他就会哦好好的他你如果比他大，他就会觉得很尊敬你这样子。然后我有时候有一次呢，跟一群韩国人一起出去喝酒这样子。酒吧里面小酌，然后去了之后，那个时候我就是里面最大年纪最大的姐姐，这样，因为其他人都还是大学生，我那时候是念研究所。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就想说奇怪，我的酒杯怎么从来没空过？我刚刚不是才喝完放回去吗？我才转过去跟尾鱼讲一句话，回来哎怎么又满了？对，我就想说是什么小精灵，我就在那边斜眼偷看。他们就是只要因为他比较小的话，弟弟或是妹妹，他们就会觉得不能够让就是长辈自己。对，我已经是长辈了，才大个3年，然后他们就会一直不能让他自己倒酒，这样就表示没有礼貌。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想说，我自动续杯，可是真的我已经不行了，怎么样？因为其实刚刚讲到前一段，大家都说日本就是太有礼貌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的确啊，自己国家人的确有一些通病，就是太热情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加拿大人很友善、很礼貌。那我先说，我不是好好代表加拿大，我有点不一样。看出来了，你严格上不算礼貌。一般来说，就是真的很礼貌，然后有时候是礼貌到让一些外国人觉得不舒服，然后特别是美国人喜欢笑我们，因为我们经常说 sorry， 就是一直抱歉，这不是很有礼貌吗？是啊，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礼貌，所以他们。了解。对对对，所以但是我们真的是很经常说。你们的 sorry 是变成一个口头禅，好不好？就是他就是随便丢个 sorry 就好了，你又不是认真。你的 sorry 不是真的 sorry。那你要讲，所以我们懂得礼貌，是我们懂得什么时候要说 sorry， 好不好？你们一辈子没有。
我们这些像我们华盛顿州，我们靠加拿大，我们其实常常也会被飞机到美国人说，你们也太常说 sorry 吧，被传染了。所以你们有时候借过也会说，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况用它，连小小的事情，比如说我在超市，然后有一点的那个车有碰到我，虽然不是我的错，但我说哦 sorry 啊，这样 sorry， 然后或者是在外面人很多很挤，我要过去，我不会说 excuse me， 我会说哦 sorry 这样。哦，太重了。对对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问问题，开头就是 sorry， 然后开始问，但是我能了解，如果不是这样用这个词的人，会觉得你为什么真的是一直道歉？明明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像我们一直说不好意思的意思，对的感觉。但我觉得我会笑你们说 sorry， 一个是因为你们真的有一点太过常说 sorry， 但另外一个是因为你们的发音真的很可爱呀。我们的发音才是对的，你们的 sorry， 我们一人说两次 sorry 好不好？Sorry， 那我们谁要先呢？我是对的，所以我先说哈。Sorry， 那个不是不够加拿大腔。Sorry， 哎，听起来很像 Sorry 啊。你说 Sorry， 我说 Sorry。我们说 Sorry， 美国说 Sorry，他们都说 Sorry， 他们有 A， 我们 Sorry， 哪里不一样？对啊，不一样。我想说是我说出问题吗？德国人说哪里不一样啊？我们是 O， 我是 Sorry， 他是 Sorry。那请问一下，这个人的名字怎么念？Honey， 你说 Honey， 你没有说 Honey， 不是 Honey， 是它是 O 啊，它是一个 O 啊，不是吗？那是软的 O。好，接下来 Honey，Sorry，Sorry， 因为我们韩国也是跟其实台湾一样，就是长辈们很喜欢，就是吃不饱担心就是小孩或者其他的外科就是吃不饱这样的东西，我们的奶奶很喜欢，因为韩国的。有一些我们的 kimchi 是长长的嘛，哦、他用手拿起来撕开，然后卷一卷放在他的糖匙摆放上面。那我们小的时候就孙子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奶奶的爱心，对，所以我们很习惯这个东西。但很多外国朋友是不太能接受，所以有一次我们就是我的同学一群朋友吃饭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有一个语言交换的外国朋友，他是西方国家的，那。有一个长辈爷爷就是奶奶就帮他，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关心说啊、哎、你其实哎呀好可爱，就撕开是干嘛，每一个都是放在饭上面，那我们都觉得哦谢谢奶奶。那个西方朋友是拿到这个之后，他因为他可能不习惯用手这个东西，他把就拿完之后直接旁边倒掉啊，那奶奶不就看到了？对，他看到他觉得有一点、那我们是赶快跟他说、他不吃辣的，他没办法吃那么辣的食物、我们就解释延长一下，对、但后来我们就在解释说其实国外的话不习惯这个，所以就以后不用了，然后我们也跟他解释说这个是他的爱心，不是胀的、那他觉得是还是没办法习惯，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的差别，所以他的热情给他一个就是一个不习惯的，对。小慧，泰国人对食物的分享，我们吃食物是很爱分享。为什么要分享？是因为我把你当着我的好朋友、自己人，我才会分享给你吃。啊，别人我干嘛要分享？对不对？对。那之前像我的一个台湾朋友跟我一起去泰国玩，那会在那边的话，就跟当地的还有我的一些好朋友就一起要出去玩这样子。那出去玩的时候就天气很热，我朋友。泰国人就很爱喝珍珠奶茶，然后朋友就说啊，等一下他要去买珍珠奶茶，我说好好好，那就停车了，他就跑去买了，买好就是他就插，就吸管插了，他就喝了就递给第二个朋友，第二个朋友就喝了，第三个朋友喝，那我又喝，喝好我就给台湾朋友。同一支吸管吗？一支吸管，就是那个台湾朋友就拿着。就看我就觉得有一点忧郁，就觉得要不要喝，可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喝了就好了。哇，这个对台湾人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一个挑战。可是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是好朋友才能这样子做，我当把你当在我们这一群的好朋友啊，所以才给你面子。这样子你不喝你就不给面子。那如果我把它拿起来换另外一头呢？哦，那这样子更不要，你根本就没听过，不是吗？你吃火锅用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意思啊。不，火锅是有滚哦，有温度。对，没有，它是这样。而且你想，当吸
管这种东西是你吸上去，你不可能就是整条，你又吸到一半，啊，那是不是要立马要回去？没有，我跟你讲说，我们就喝，他就吸了过后，他就喝了，他就觉得嗯算了就过了。可中午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饭嘛，我们就有一锅汤，就是酸辣汤嘛，酸辣海鲜汤，嗯，我们都自己拿汤匙就放进去再喝，啊，直接喝。那边当一个大的碗工这样。对对对对，我们泰国人几乎都是这样子的。那你们喝会把汤匙整个含进去吗？这样？欸，会啊，就是因为那个汤匙是吃饭的汤匙啊。是我们吃饭的汤匙跟叉子，吃好了再拿。那我们吃，可是台湾朋友就选择，没有，他选择不吃。那晚上回到饭店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接受不了，我没办法接受你们这样子。我说怎样？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吃啊？吸管饮料喝完再给我喝，那又大家用一个汤，就大家用自己的汤匙再用一个碗公里面喝汤。我说那又怎样？啊，你们台湾人吃那个火锅，不是每个筷子吃吃又刷，刷刷又吃，哎，不一样哦，有温度，哦。对啊，有温度。火有在滚，你没有？不是，温度也是一样，你们的口水还是一样进去了，啊，进去了。没有，我们会消毒。细菌是被消毒了。其实韩国也是跟泰国是蛮像的，但我也是看过一个画面是，是因为比如说你煮完泡面，大家都说，哎，我要吃一口，我要吃一口。对。那，这时候可以找到哪一位是台湾人，因为通常是韩国跟那些台湾人是夹一个啊，我吃一个，你吃一个。台湾人的话夹一个碗之后，对，不能碰筷子，他是结果你不能碰那个口水，但是泡面的水全部滴在你的脸上。还有水，对对对对，还有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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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子，都这样子，他一定要这样子这么干，对，滴到这样子，我真的受不了，干嘛那么一根。好，那有没有那种就是他的亲切、热心、关心，但是是一个诈？我觉得一般人他们去美国，其实会发现就是美国人是很爱跟陌生人聊天，但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比方，尤其是去那些观光地区，比方说纽奥良，因为纽奥良他们有很多街头艺人嘛，但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人出来跟你说这句话。I bet I can guess where you got your shoes. 我敢打赌，我可以猜出你在哪里买了鞋子，买你这双鞋子。但其实因为 got 这个词，其实在英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买了，但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意思，得到。所以你在哪里有这个东西？那当然。如果是在哪里有这个东西，那个答案就是在纽奥良啊，就是现在，对，就是此时此刻你在的地方啊，就是在这里。所以他们就是很好玩，就是很有在，I bet I can guess where you got your shoes。哦，真的吗？好啊，我好来十块钱。然后他们说就在纽奥良啊，然后你就会跟他们说。No. 可是你刚刚那个意思是在哪里买的？他们说 No. The English is got. 然后你很多人就会说翻白眼，就是你这个很蠢啊，文姐，谁要给你钱？可是你只要跟他说好，他们一定会追到底。你走掉了，他们就会开始追跟你走，然后越来越恐吓你。哇！所以其实真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只要不是你主动去跟别人讲话，如果是别人来跟你打讪，你就不要理他们，好，一句话都不要跟他们说，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好险我们英文不好，毕竟好恐怖，不想要跟别人讲话。哎，但是这个我真的也很有感，因为像我们之前去捷克的布拉格广场，但那边其实就跟纽奥良一样，非常多非常多的街头艺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长得很高很高踩高跷，然后大概200多公分。那台湾很少遇到这种，你当然会觉得哇好新鲜哦，这边很像马戏团一样，就是很有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到那边，我们就三个女生在那边看，就说哇很有趣，我们就自己在讨论，然后可能就跟其中一个人对到眼了，哇这个对眼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吗？他们就开始上前，然后把我们牵过去。我们以为像台湾街头艺人是就是去跟他一起表演，互动，对，去互动，其实没有怎样。我们说哦那就是一样，我们就是去互动。互动完呢，他就说哦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我说 OK OK OK， 就拍个照嘛，就像留个纪念。
这个拍完照下去就是要钱的。哎，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就是拍完照我们就要走了嘛，然后他就拉住我的包包 ，no money， 他就跟我要好像5欧元还是10欧元，我有点忘记，因为其实我觉得是蛮多的。对啊，因为我是帮他表演，因为他找不到人可以一起表演。你应该跟他拿钱的。对啊。对。表演。真的，他帮我在台湾是拿钱的。像我一个朋友啊，他去曼谷去自由行，自己背包客自己去曼谷玩，那他有一天就去安排要去大皇宫玩嘛。是。那时候他去的时候早上，那前面就有一些嘟嘟车，他在还没到大门前面的时候，他看到一堆嘟嘟车，就很热情，就跑过来说啊，要不要带你去？就是因为还没开门，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景点，很近，30块而已，就是坐他嘟嘟车，便宜啊，30块，很便宜。他说很好看，很好看。哎，那我朋友就这样说，好吧，那就去吧，因为还没开嘛，所以他就上了嘟嘟车，就带他去那个皇宫大皇宫的旁边一个大广场去喂鸽子。因为那边鸽子很多，是啊，他喂鸽子好了，他就说好吧，那就回去了，就 OK， 他就上车。上车的时候，嘟嘟车就开，哎，为什么跟刚才来的路线不一样了？哎，我朋友就觉得奇怪，他就说，哎，不对不对，他说没事没事，再带你去。结果带开到一个店家的前面，就说啊，你来你来，就把他就拉进去了。哦，拉进去过后，那个嘟嘟车就不见了。哦，见了，他进去出不来。因为是一个珠宝店，就是那种他们应该是串通好的珠宝店，把人带过去。结果他没办法，一定还是要买，因为不买的话出不来，他不开门给你，所以他就消费买了一个蓝宝石最便宜的，好可怜，随随便便就买一个蓝宝石，就是最便宜了，天哪，是里面最便宜了，他就是没办法，就很，但是没办法，就花了12000块买了一个蓝宝石，结果就出来过后，嘟嘟车也不见了，所以他大皇宫也不去了，就很气很气，回来就跟我抱怨，他说这辈子我再不去泰国曼谷了。这个情况跟马来西亚有一点类似，就所有的那种巴士总站啊、车站啊，你一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很热心要帮你拿行李啊，跟你聊天啊。那些都是计程车司机嘛，感觉他要帮你服务，但是你一定要先跟他谈好价钱。我们的跳表都没有在跳的。哦，是假的，都是假的，都是那跳表，他们都全部动过手脚。哦，真的假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跳特别快吗？咚咚咚咚，有一些是跳特别快，有些是你一上车价钱就已经就不一样，有些他根本就不开，他到了价钱，所以是用喊价。对对，他直接跟你喊。所以建议啦，如果真的要到马来西亚，还是不要在路边拦车，最好就是用 app， 用 app 叫车，是最安全。所以出去一定都要小心。没想到各国的城府这么深哈。我们今天只讲了冰山一角，有很多事情还是要大家注意小心。没错没错，可是啊，总结还是我觉得每个国家的人都是算蛮热情的，有好有坏。但是热情过头的时候，要有时候要考虑一下被接受的人能不能够去接受，对不对 ？OK， 今天谢谢大家分享，谢谢。